现在两脚分开，一肩等宽，然后右脚不动，左脚站成，与右脚站成丁字步，然后右手上倾，右手上倾要和右脚背相照，然后左手呢就是可以掐腰，也可以背在后面，眼睛要望着这个右掌背，然后呢是缓缓呼吸三口，倒气一行。这个呼吸三口就是刚才说的那一种，就是吸的时候分督脉上，呼的时候分任脉下。我现在再做一遍。接前式，左手握掌放于身后的命门穴，右手由青天变为向左侧沿头后旋拉，然后到头后以后向身后有刀一样的恶拳八刀式，自然呼吸三口，也是倒起一行，再做一遍。在做事的时候要注意下边的腿气一定不能放松，要保持正直。接前式，两手放下，右脚丁字步，左脚稍微向前挪动半步，然后呢就是两手啊可以晃动一下，就像左手拿了一个弹弓，右手拿的有弹一样的，在做这个打弹的那个预习。然后左手向前用力推出，那右手从胸前向右握拳，两手就像这个打弹弓一样，两边要用力，双方的像有一种撑力。做完以后，右掌向左前方打出，在撑的时候要呼吸三口，也是倒气一行，再做一遍。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，反向的把刚才上面三个动作再做一遍。接前式，两手平单，手掌地与肩相平，成一个意字，然后两手两掌向左右
敬礼虔诚，呼吸三口，这一式是两脚跟靠拢，脚尖外分成八字，就接着前面那一个往下蹬身，然后翻掌往上抬身，再向下蹬身，再向上抬，练做三次。在做这个事的时候，身体的中心线一直要保持垂直，不能那个前仰后俯。接前式，起身以后，然后挥掌合拢，抱于胸前。接前式，还是向后仰。腹仰腹，一共三次，呼吸三口。接前式，现出拜佛式。然后双手打开，左掌平担胸前，右掌握拳放于左掌心内，平担一身，去除杂念，自然呼吸，深深呼吸三口。道气一行，